我是大婶，请听我的有温度的故事。 So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如果失落是一种痛苦，那失而复得又是不是一种祝福呢？请听失落园二。苏新慧，台湾的一位諮商心理师，在网站的专栏这样写：试着在心中拥抱失落在某个时空的你，还在驻留、挽留、不舍和眷恋的你，去拥抱这个自己，温柔地带着它，慢慢地从负伤中走过来。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小强。小强是我一个很好的拍档，也是带着大婶在广播里面长大的，他是我的金牌监制。哇，外表呢是一个俊朗，最近收了身就更加 fit 的一个男孩子。小强都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先。Hello 各位你好，我是小强监制。小强，大心认识你的时候觉得你都比较内敛和寡言的、但是慢慢呢你开始跟人接触，跟我们谈多了偈啦，也都很勇于提醒我们一些进步的东西。所以大心都借这个机会多谢你先啦、我往后我会乖乖地继续学习的了。小强今天的主角是你是、其实你的背景是怎样的呢？可不可以告诉我们听众听？我是一个生长于在潮州人家庭的一个小仔、我没有读大学的，很早就出来已经是工作了。自己是喜欢一些艺术性的东西的，音乐啊等等的东西。你都是一个艺术家了，怎样都看都是。应该还有很远距离、一路走下来，其实在生命中就很多东西都是靠自己去试出来、即是成长当中、因为读书又不够人多啦，或者自己可能心中都有对自己一些看小、即是自信不是很足的、即是很怕做错事、所以每逢一错事我会有一种自责，为什么你要这样做错事，我是不是不比人好呢？即是人家即系 level 太高啊、我就会觉得即系嫌弃自己咯。但系呢个学历同有啲技能上，其实你好似挂咗钩咁。系啊，个学业嘅影响系乜嘢？即系令到佢更加有能力啊，定系点咧？都系翻翻去头先少少背景啊关系啦、因为我从细到大咧，其实好多时候阿爸阿妈要我做大哥，但系冇俾咩方法。屋企唔俾问噶嘛，你问就系、你就嚟坐咯。系啦，咁我又唔觉得自己有好多嘅，即使有兴趣都好，都唔觉得嗰个兴趣能够成为一个专业啦。我有尝试去尽心呢个专业，但系又发觉真系落地去做嘅时候，我又觉得好似唔系几适合自己。咁所以到头回望翻自己能够做嘅嘢，其实好少。系啊，咁样咯。好像成日都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自己比人哋嚟讲咧，系比人哋，我又不想用个差字，但是你的心入边就好像硬是比不上别人咁样嘅感觉。咁佢带住呢一个感觉在成长啊，责得你好犀利，即系好似又矛盾又辛苦又大婶戥你辛苦，听到都。其实可能那件事或者是身边人在看那件事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可能性。小强你其实可以再做多些事，或者用其他的角度去想继续走下去。但我就很多时候因为觉得自己不行，就锁死在这个点。所以我在生命当中又变了是很多放弃了。你的心入面有个小小强，那个小小强的能力很大，好像绑住了这个大过了的小强这样。行每步路呢绑手绑脚。
其實我心底裏面其實很喜歡做大哥的。嗯，但這個大哥又但好像又做不到什麼、啊、會不會是調回轉都是因為父母都沒有給方法沒有給東西的時候沒有給什麼帶領可以說的 教你怎麼做個大哥但你又要肩負做大哥你又很想盡責做到個大哥而你做完的事你又覺得自己做得不像一個大哥是不是這樣加上我做出來的事情父母是覺得是错的、嗯嗯。所以其实会引到去今天想带出的两件事其中一个就是我妈妈在上年的圣诞节前呢就、过身这件事。因为在一年前她就确诊是这个肺腺癌的四期。她知道的时候其实都喐得走得的、啊。到某一日突然间我妈站了在条街道就摸住啲车头灯。嗯，即系一个常人唔会咁做噶嘛，即系成个好迷糊咁样，咁佢就我细佬妹就送立即就送去去威尔斯啊，嗯嗯，医生嗰当晚就已经话妈妈就要留低喺医院啦，系，自从嗰日开始就整整一年时间就喺都冇落过床啊，其实，嗯，嗰阵时已经系确诊咗肺癌嘅，确诊咗肺癌嘅之后嘅好似三个月到啦。嗰件事嚇，裏邊其實就照顧啦，好正常啦。屋企人有事，咁屋企人都盡量照顧啦。咁啊，我哋兄弟姐妹照顧啊，爸爸去照顧咁樣。咁到最後即係聖誕前夕都即係過身啦。咁啊，咁啲當中有好多姨媽姑姐，特別係潮州人嘅背景咧，係好多意見嘅。係特別係舅父嘅意見係最多。咁我媽媽佢有四個大哥。咁四个大哥嘅意见咧，喺整个家族里边咧，好强烈嘅影响嘅。系吓，我收到好多嘅信息，其实自己心中嘅压力都有喺度嘅，因为你做大哥嘛。系，当妈妈有啲决定就要交俾你啦。因为爸爸，我其实我当时有少少嬲佢嘅，因为妈妈第一晚入急症室，佢都冇妈妈，系冇喺妈妈身边去做嘢，心谂嗰个系你老婆。佢发生咁嘅事，点解你唔喺佢身边嘅？我嗰刻好嬲嘅。咁嗰个嬲咧，其实系个责任要你孭咗啊，定系？我嬲爸爸本身有佢嘅责任，系要睇妈妈。我觉得咁，所以但系佢冇出现嘅时候，觉得佢唔履行到佢个责任咯。嗯，即系负唔到佢责任咯，因为佢系同你结婚噶嘛。你要照顾佢噶嘛，佢有咩事你都要同你有关噶嘛。咁但系冇咯。咁呢個係中間嘅小插曲啦。咁但係之後，我諗喺嗰個處理身後事裏面係俾我自己好多嘅重新。即係我細個係唔敢去反駁長輩，亦都喺我成長當中好尊敬長輩。尊敬長輩唔係因為佢係有啲咩出色或者好好做咗咩豐功偉績，係因為佢係長輩權威，佢就係權威。嗯。所以我看到啲人咧去反駁長輩反問一啲嘢啊，我自己會唔舒服嘅。嗯，但細個唔知咩事喎，從嚟都唔會去問嘅。係啊係，因為我屋企唔俾問嘅嘛。你問就係、是、你就係你錯咯。其實係唔俾問，所以冇問過嘢，亦都唔敢問。有問㗎，有問嘅，有問但係就打咯。嗯，我大個再諗翻，其實佢哋唔識解釋嘅，因為爸爸媽媽讀書比較少啦。嗯或者經驗冇太多，點去教小朋友啊咁樣，所以可能有啲咁情況。咁你頭先你講到話可以問長輩嘢啊，你係中間你有啲有提問同埋有啲嘢同佢討論咁咯。其實我就嗰幾個舅父咧有好多意見係牽涉喺對媽媽嘅治療上邊一啲決定嘅。嗯。啊，繼唔繼續俾藥佢延續佢嘅生命啊？因為知道嗰陣時已經係好晚期啦。啊！即系医生都话，你做个决定啦，你一系就叫屋企人快啲嚟，因为有啲亲人仲喺内地嘛，我就唔识点处理啦。到最后咧，我就讲咗句说话，话阿舅父多谢你哋用心啦，即系咁。另外咧，爸爸都有啲意见，都想由我哋呢边去主力去做决定啊，咁样。咁舅父当时候就冇即时回我。咁我不以為意，以為舅父都聽咗我呢個意見啦，就咁咁你哋屋企再處理一下啦咁樣。咁到第二日我收到個短信，舅父嚟嘅，佢話點解你唔聽電話唔聽短信啊？即係問我，
我整日都拎住手机喎，点解会咁问啲咩？跟住佢就再讲一句说话，你知唔知道你嗰句说话令到我哋嘅个舅父好嬲啊？吓，好唔尊重。嗯，咩叫做你妈妈嘅事就你家做处理，即系同我哋冇关系啦。我系我个妹嚟嘅。嗯，咁我当堂爆喊。嗯，因为即使我系一个。潮州人背景都好啦，我舅父其实好锡我嘅，当然冇话俾我去话事啲乜嘢啦。即系我哋细个听得最多就系、是，哎呀强仔大个咧，一定系咩师咩律师啊、老师啊咩、哎，一定好叻啊！即系细个一定听好多呢啲嘢。系咁、到嗰刻，我觉得我自己真系做错啦。系收到个短信嘅时候，我觉得我好错，嗯，简直系好似呢个世人做最错嘅一个决定咁、样嘅嗰一刻嘅谂法。咁我话舅父唔系咁啊，咁但系舅父嗰刻已经好嬲啊，唔想听我讲嘢。嗯，我打咗几次电话俾佢，几个舅父啊，轮流几个舅父，佢都唔听，唔再听。即系舅父讲，咁啊，你哋有咩决定咗你哋就话事啦。啊，我哋就配合得啦。啊，咁我哋都啲表哥，即系佢哋啲仔啊。嗯。都预咗丧礼都唔会嚟噶啦，即系啲男丁啊，唔会嚟，咁更加形成我做嗰个决定系，令到我嘅表哥冇得见到我妈妈咯。系，我妈妈系好锡表哥嘅，但你都系两难噶、你喺嗰个位置要做呢个决定，系啊，爸爸唔做决定嘛，爸爸唔做决定，我做决定咯。咁、但呢个位置就系我人生第一次处理，因为屋企人始终第一个咁样就咁亲嘅离去啦。咁、所以嗰下好难。啊，个压力系超大。但系嗰啲嘢系照继续噶嘛，即系嗰啲身后事要继续你去签字啊，或者要决定话俾医生知啊，点样做啊咁嗰啲嘢嘛。咁、你唔可以冧啊。嗯。你唔可以冧。顶到冇得顶噶咯，嗰段时间。冇啊，其实好短，妈妈到入医院，去到真系过身嗰个时间系好短嘅时间。嗰段时间系直情系冇时间俾你再谂其他嘢啦。嗯。咁但系相应都有啲人喺度探妈妈嘅，即系教会啊、传道啊、弟兄姊妹啊，比我熟悉嘅朋友啊，我每次见到传道人一嚟，佢未讲嘢咋，我控制唔到自己，叭叭声咁流晒出嚟啦。入面的压力都已经，他好像见到他的样子就等于一个可以舒服啦，系啦，系安慰者咁样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安慰者不一定要讲嘢嘅，真系。你合适的人咧，你见到你就会好自然就会倾诉啦。佢行到埋嚟，已经嗰个支援啊，个支持啊，嗰个倚靠啊，个力量已经涌出嚟啦。冇错，冇错，冇错。所以就系几次嚟，我几次都喊爆。咁整件事直到去到几时先有个转变喺度咧？就系、真系妈妈丧礼嗰日，舅父都系有嚟丧礼嘅。其实佢开头都会有讲嘅，即系点解你妈妈喺呢啲地方搞丧礼？即系好多细节佢都可以严嘅，即系你哋几个细路仔识唔识搞噶？你知唔知道潮州嘅習俗係點樣噶？點解用呢個模式好似好簡單嘅？因為嗰陣時我本身信主啦，但我細路妹冇信主。媽媽嘅喪禮咧會用基督教有連同佛教嘅，即係幾個和尚喺度念經啦咁樣。咁我舅父亦都嚴喎，即係好奇怪，點解會用兩種模式啊？你唔識搞就揾一個專業噶嘛？點解要搞成咁啫？即係個個喪禮啱啱開始啫喎，嗰陣時係。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所以都有意见提出来。是是是。那刻我都不再想什么，难道我取消什么？那我有什么改变呢？做决定啊，还有讲任何一样东西呢，都即是做又不是，不做又不是，但是都是进行着，但是他们都有意见的时候，有长辈。是啊。那去到整个丧礼完了，几个舅父走过来，阿强教得很好。我哋几个舅父都好欣赏你几兄弟姊妹搞今次呢个丧礼。日后多啲沟通咯，啊，唔紧要嘅，一家人咯。都好多嘢都唔同咗噶啦，但系唔紧要。舅父喺度啊，咁就行开，又翻去自己屋企啦。
我都欣赏嗰日嘅嗰个带住我哋做整个仪式嘅中介啦，叫做系啦。咁嗰个姐姐都好好啦，好多细节上边佢都同舅父有交接嘅。嗯，因为佢都即系做过潮州人一啲，因为佢哋嘅仪式比较多啊，好多嘢啊，咁佢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佢就同舅父有好多交接，亦都同我哋几兄弟姐妹有啲好多解释啊，咁样直到成件事完咗，我后边有机会坐低啊，即系静落嚟啦，谂翻舅父嘅一啲回应，我对佢啲说话，其实我谂翻起。舅父一句说话，他直接跟那个中介姐姐讲的就是、喂，我们潮州那一族呢就 不会这样搞丧礼，其实这些丧礼你懂不懂的，就是问那个中介姐姐。中介姐姐又真的答到、答到很多舅父看不到或者未接触过的一个范畴。我就想想，其实长辈是不是一定对的呢、他或者经验是比年轻的可能多些经验。佢經驗咗嘅唔一定係啱嘅嘢，嗰刻我就醒啦。其實有啲嘢我係可以問，即使佢唔解答俾我聽都好，我咪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揾個答案咯。唔需要話真係一對住長輩，佢都未講嘢或者未俾意見，你就覺得佢就係一個權威，你唔敢問佢啊，或者唔準問嘅，唔好活喺呢個位置咯。因為呢個位置係會讓我好多嘢都做唔到，或者好多嘢。即知道是可以问的嘛。我看回、表哥其实有几次都来即夹几个表哥一起探我妈，其实他们都有这样的情况的。即阿强 你做什么意见、就问舅父啦，我们都是给少少意见的，他们知道其实他们曾经都他们都读过很多大学的很多专业的。我曾经都向舅父表达到一些意见，但是舅父不听的，全个家族。好多意见就是那几个舅父去做决定。似乎个即系个屋企个成长啊个文化都好大影响。嗰几个舅父就系中心思想入边，佢哋安排啊，佢哋要有啲乜嘢嘅意见啊，就系佢哋几个就系核心咯，佢就系核心咯，系啦。嗱，如果大婶用另一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就系唔需要再压抑住阿小小强，唔俾佢出嚟问嘢、讲嘢，开放翻阿小小强，冇压抑住佢出嚟，可以行到出嚟嘅时候，其实阿小小强已经变咗一个中小强，唔系小小强啦，长大咗，有唔同嘅谂法，成长咗嘅时候，呢一个释放呢，我想你感受一下嗰个释放带嚟俾你嘅系乜嘢？我觉得人最吸引咧系。嗰、那个可能性啊，还有嘅可能性啊，舅父做嘅决定可能系错、可能系啱都好啦，都可以有我嘅部分嘅。你发唔发觉你讲呢几句嘅时候咧松啲啊？嗱，之前讲嘢系好实嘅，你讲到呢几句开始个人系放松啲，同埋咧系即系我就会感觉好似个锁解开咗。松咗，轻松咗，亦都讲嘢咧冇咁困住。嗱，我就见到 control panel 我哋嘅童工咧系咁喺度岌头啦，我系俾个五你啊，系啦系啦，系啊，因为有一个位就系翻嚟让你去感受翻呢一个释放俾你嘅意义系乜嘢。咁大婶好开心啦，因为哇阿小强咧系比较少系真系入到内心呢个位去唔去掂嘅，亦都。聽到你一路成長入邊，其實呢個小小強係被嗰個捆綁啊、困鎖啊、壓制啊、欺壓啊，咩形容詞都出曬嚟啦。猜完撳扁啊，咁一路出唔到，而係一路影響緊。但係去到呢件事可以敞開、啊，咁原來係有盼望，係有機會、有生機嘅時候，原來個人係會鬆咗，同埋可以向前、啊。系好烦啊，大婶。其实多谢大婶啦，即系今集真系，可能有人以为系咪节目唔够材料，所以揾翻个监制嚟做访问。梗唔系啦。但系我觉得其实我就咁坐，即系头先讲咗一轮之后咯，我觉得其实今日住嘅，因为我冇谂，其实我冇谂过入电台做一个监制啊，做节目嘅，就系因为平时喺工作当中我听好多嘢。到假期咧，我系唔想听嘢噶，我系唔想听嘢嘅，俾只耳仔休息啊！所以我自己即系成个电台都知道啦，我嘅兴趣啦。
钓鱼，中意钓鱼啊！我几中意安静嘅。我谂感谢主，即系其实佢带俾我呢个环境底下，我又可以，我能够知道敏感自己系需要啲乜，需要安静。以到我真系可以喺嗰啲时间可以坐低谂我过去所发生嘅。其实呢样嘢系让我可以继续行落去嘅其中一样嘢咯。即系究竟发生咩事？我的情绪点解？有冇地方？有冇啲地方系我发生咗而我忽略咗？有冇情绪出咗嚟而我好少理会佢嘅？咁所以我觉得系感恩嘅。如果我冇，如果电台要做七日嘅话，咁我冇时间去做。我谂系嗰个系消化紧一个过程嚟嘅，即系发掘喺我身上有嗰个情绪系代表咩咧？系反映紧嗰样嘢，我系咪我自己想要嘅嘢？是不是我介怀的嘢？我听你咁讲咧，大婶嘅理解就系、是，你喺安静入边，你同自己对话，亦都去感受身边发生紧啲乜嘢嘢，发生喺自己身上嘅嘢，同翻自己坦诚咁样个感觉系乜嘢啊？同埋啊，跟住嚟紧嘅方向应该点样？系咪近似咁样？近似咁啦。你曾经同大婶提过，咦，有啲关于恩赐嘅，你都会想分享吓、啊，咁啊系关于啲乜嘢嘅咧？我一路喺教会有帮手弹吉他啦，咁啊就乐咁样，弹到差唔多有第六年、第七年嘅时候，其实有啲樽颈嘅，即系弹嘅嘢好闷啊。嗯，有冇弹得花神啲啊？其实嗰年系我好兴奋一年，因为香港有几个比较大型少少嘅敬拜乐团。嗯。跟神学院合作教了一些的诗歌证书课程，我是第一届参加的。哇！咁啊，嗰度识咗好多香港喺弹诗歌啊，喺敬拜上边有参与嘅弟兄姊妹啊，即系信徒啦、啊，去学习。因为有时候我哋即系弹诗歌唔可以净系凭感觉嘛，当然音乐都系同感觉都好有关联嘅。咁、嗯、但系我哋弹诗歌就。要知道一些背景，即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唱诗歌给我们的上帝听呢，或者我们要演绎这些歌呢，这样要知道咯、嗯、如果不是你的东西是很空洞的。那我就走去好开心，识了很多人，最后有一个 final 的一个功课，就是一 team 人在个台要呈现一次的敬拜流程。完了件事之后，我发觉我心里面有些不对路，我同一个组的学习的弟兄姊妹都在第二期或者第三期、第四期咧，去做了一个小老师。嗯，我发现我里面有妒忌。嗯，最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是他哋之后会有拍了一些片啦、啊，系、嗯、一啲教学啊，或者一些新歌发布啊咁样。我系想熄咗佢嘅。嗯，即系我嗰刻系唔想睇嘅，即系我又系嗰度同学，你又系嗰度同学。点解你可以做到咁多嘅嘢啊？但我又是回教会只是弹支吉他呢，我有个比较出来。嗯，你的妒忌和个比较出来之后呢，有没有影响你和神的关系？其实都有的应该。嗯。如果你的生命不是走在向着神那边，嗯，简单来讲就是走在你自己咯。是。我想那一刻是很想人赞我。很想被人肯定赞赏。我不够叻。嗯。又开小强又嚟啦，系啊，又觉得自己喺呢方面系咪真系适合咧？嗯，嗰、那个怀疑啊，嗰、那个信心又开始受挫。系啦，系几耐之前嘅事啊？呢吓呢个应该有四五年前啦，四五年前。嗯，其实佢哋好好嘅，我哋嗰组嘅顶姐妹，耐唔耐我哋会约一餐出嚟食饭。嗯，咁啊就去交流一下，其实好开心噶，因为。我哋一認識音樂嘅嘢，其實好似或者好相近啦。嗯，所以有時候我講一嘅時候，同學咧就會講到三噶啦。係，即係好喺個氛圍底係開心嘅，淨係小組嚟講。嗯，即係小組純粹團契上你就開心嘅。係啊，但係一喺個音樂造詣上高咧，你就比下去啦。係啊，有人同我講過，喂，小強不如做一個音樂節目。嗯，其實在於電台嚟講，我覺得應該係有個音樂節目嘅。嗯，但一直不敢做。但小强啊，你系嗱喺个服侍上边，你去寻求喺恩赐上音乐嘅恩赐，睇下会唔会有加强啊成啊。但去到一个同人有比较有妒忌嘅位置，你好似轻描淡写话啊，你冇谂到同神嘅关系咁样。其实
另一方面会不会其实都是逃避这件事，不敢去呈现在上帝的面前去反省自己的状态呢？是啊，在教会里面呢，你上得台其实要很小心咯。你揸住啲吉他或者揸住个咪，其实你唔同出边嘅人，你唔系去高举紧自己嘛。嗯，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噶嘛，即系我哋基督徒入边都成日都会话就系、大敬拜啊，喺音乐上面嘅服侍啊，就相对危险嘅，因为有啲时候我哋唔系讲紧带唔带到会众去投入敬拜上帝，系我唱得好唔好啊，有冇走音啊，个音乐有冇弹得好唔好啊，各方面就已经系追求紧自己个有少少表演嘅情况嘅时候咧。Exactly 就头先我所讲啦，就系、你系走向紧你自己咯。嗯，但系你好快讲到头先嗰样，你已经跳咗啦，即系大婶好衰又捉翻你翻过去，因为你去到嗰度你掂一掂你就走咗咧，就其实好明显有个位。未去到上帝的面前去将这件事交回去，甚至乎将你的真实状态告诉上帝，都还有一点走脑。好像我跟你这么熟，我这么坦白地说，所以 我觉得我是有未准备好的、嗯、即使那个这么好的一个小组去可以分享的时候、嗯、我都发觉我自己不敢说出来的、嗯、在现在对着听众了，我邀请你将你的右手放在你的左边的心，是的，那就是右手，即你 feel 到什么啊？都跳得很急的。跳得很急啊？嗯。还有没有呢？嗯。可能这个动作会带给我，可能就讲一句说话，就是不紧要啦。嗯。不用太在意。嗯。哇，是。啊、小强 feel 到 有自己有对话添，因为有温度、啊、当有另一个温度去接触的时候，其实有一种 好像多个人、啊、嗯，在身边、嗯、好像突然间还有话给自己听什么话，你讲多次先，不紧要啦，这些事不用太着意。嗯，还有没有啊？或许是你做到多少就做多少。嗯，不用要成为一个怎样专业的，你真心去敬拜神就可以了。那、嗯、我邀请你将你的手拿出来拍在哪个膊头跟小强说、嗯、不要紧的、嗯、这个我真的，其实我为了这件事，其实在私底下自己家里、啊、或者静的时候，都信徒有一个字叫忧伤、啊、忧伤过好几次的。嗯。为什么会去、即大家都可以去有这样的机会交流、啊嗯、这样想有一个更好的呈现、嗯、会不会除了字之外音乐上面都更好的学习发挥呢、嗯、令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能够同样在敬拜里面去敬拜我们这位神。所以一讲到说、啊、有没有影响跟神的关系、啊、这样没什么想、啊、没什么想，不是、啊、见你有想、啊、不过你没去讲和没去面对、啊，咁所以就索性好自然地，我哋喺个录音室就做一个练习，就去将阿小强同自己嘅心入边去连结翻，同埋个接触翻。嗯，即系好多谢小强啦，你系好真实咁样去呈现翻你同自己嗰个状态。咁、嗯、大婶都见到你都眼眶入边都系有头先大婶递张纸巾俾你啦。咁但系你系好坦诚咁样系将自己带翻去。同神去亲近的时候，我想这个都是其中一样在失乐园有福德里面，我们构思的时候是很想很想将回个嘉宾是在个信仰状态是怎样呢，跟上帝的关系是怎样呢、就算你是避都好，如果真的圣灵有提醒的时候，大婶都拖住你一起，我们回去上帝的面前怎样去面对。来到这里呢，我想邀请你呢去用一样嘢去形容你而家嘅人生阶段或者个生命状态，你会用乜嘢咧？其实呢段阶段其实已经系释怀咗好多啦，但系就我觉得生命上要更加小心嘅，唔、嗯、单单呢度嘅服侍啦，即系唔单单喺电台服侍，喺、嗯、家中啦、嗯，因为而家只有我同我细妹住嘅时候，其实有啲嘢相处上我哋都要小心去磨合嘅，
即系唔好立乱，好似细个，诶、欸，我唔中意你，我打你，我唔咩咩，即系嗰啲，我谂。要好好去保护个关系啦，同埋我谂妈妈嘅过身系让我有个反省嘅，即系人咧冇嗰啖气咧，系真系好容易噶。妈妈圣诞前夕嗰一晚，我就系坐咗喺身边，我睇住佢由呼吸到，到佢静止咗成个过程，佢呼完嗰啖气就完咗啦。咁点解我要仲好着意咁捉紧在世嘅嘢咧？呢啲系咪真系咁紧要咧？咁所以如果你话揾样嘢去代替，我谂一个煎 pan 啦，需要一个厨师，厨师可能系我嘅上帝啦。但佢亦都要靠住我呢个煎 pan 嘅特质，去炒起嗰碟唔同形式嘅餸。但我底下有火嘅。系，因为厨师唔开火咧，生嘅始终系生嘅，唔熟嘅始终系唔熟噶嘛。咁所以我觉得我喺个煎 pan 嘅时候，我系要被烧得好够热咯。啲嘢先有火气啦，啲嘢先够熟啦。咁但系嗰样嘢唔系我决定嗰个菜几时熟噶，系神大厨佢自己决定。哇，佢有啲嘢就唔系。一炒要炒到好终结嘅，有啲咩免治牛肉咁样炒一阵，你仲要沟其他酱先再翻炒噶嘛？你可能唔知点解神会突然间拎走嗰啲都未炒完，点解仲拎起咗嘅？你唔知嘅，但系原来佢再放翻落嚟，再有其他调味嘅时候，哇！原来嗰个免治牛肉加咁多嘢炒埋一齐咁好食嘅。我突然间谂到一样就系、是、你那个主导权就系喺个厨师嗰度，就喺、是、我哋嗰个神嗰度。系啊，但我唔可以系一只烂嘅镬咯，唔可以穿窿，穿窿镬就落晒去咯。咁点样可以保持自己有系咪叫保持，定还是系要即系可能要神即系拎出去嗰啲铺头度？打磨啊，或者系要点样？都要睇只镬个质地嘅。系啊系啦，咁个质地唔得嘅时候，真系都好易咬啊，好易剩嘅。系咯，我觉得应该呢段时间或者未来都有难嘅嘢嘅，继续发生我欢迎，但系我期待上帝喺我呢只镬上边炒成嗰道菜系点样样咯。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